嗨，我是蔡依林7月6号开始的张艺兴首次的个人巡演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就要开始跟大家见面了，请大家一定要跟着张船长一起出发，祝演唱会顺利大成功，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高晓松，祝张艺兴首个个人全国巡演圆满成功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华晨宇，7月6日开始张艺兴首次个人巡演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就要和大家见面了，和张船长一起航海冒险，为梦出发，祝演唱会顺利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海泉，7月6号开始张艺兴首次个人巡演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就要跟大家见面了，和张船长一起航海冒险，为梦出发，祝艺兴演唱会大获成功，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7月6号开始张艺兴首次巡演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就要和大家见面了，和张船长一起航海冒险，为梦出发，祝演唱会顺利成功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李荣浩，7月6号开始呢我们艺兴的这个首次个人巡回演唱会呢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就要和大家见面了，大家一起和张船长一起航海冒险，为梦出发，在这里祝艺兴的演唱会顺利成功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Coco 李玟，7月6号开始张艺兴首次个人演唱会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将要开始咯，在这里为张艺兴加油加油加油，一定大卖。恭喜张船长 Captain 张，你要开你的第一次的个人巡回演唱会，太棒了，7月6号首站在上海，祝你以后可以把这个巡回演唱会带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，所有的城市我们都在等待你，耶、yeah! Yo 大家好，我是 MC 俊欧阳靖，7月6号开始张艺兴首次个人巡演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正式和大家见面了，和张船长一起航海冒险，为梦出发。Yo bro, congratulations, 祝你演唱会顺利成功。Peace and love. 大家好，我是欧阳娜娜。从7月6号开始，张艺兴首次个人巡演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就要和你们见面啦。和张船长一起航海梦想，为梦出发，祝演唱会顺利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嘉尔 Jackson。那张艺兴哥，艺兴哥就快有他的演唱会了，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去。那分别在7月6号在上海，7月14号在重庆，7月20号在南京，然后8月3号在北京，希望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去，我也想去，但不知道有没有门票，反正顺顺利利的，开开心心，大家去支持。 Love you 哥爱你，弟弟爱你。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，艺兴看你的了。